发动机的跨越，从第二代发动机到第三代发动机的跨越。2006年3月13号 L15 高级教练机首飞成功。2008年5月，中航工业研制的直八直九直升机参加汶川抗震救灾。2008年11月6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掀开了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新的一页。好，继续和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刚才呢，我们也都说过了，这个十分钟的时间浓缩了60年的精华。那我想请问一下张教授啊，我们经过这60年的发展，在您看来，中国的这个航空业的水准，如果我们横向比较的话，你会怎么评价？横向比较，原来我们长期是徘徊在第二集团，就是老是冲不到第一集团去。这一次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已经进入第二集团。基本上我们不好说排在世界第几，但是我们相对美国和俄罗斯来讲，我个人认为啊，还是相对差一点，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已经进入第一集团了，那么60年来呢，我感觉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在三个方面拍胸脯讲。第一个，通过60年的发展，我们培养了一个人才梯队，这是按照科学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对不对？第二个，提升了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个科技创新能力，它不仅仅是将来造更多的军用飞机，而是会这些个军用航空的技术会辐射到我们的很多的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比方汽车工业，民用航空工业等等其他的方面。第三一个呢，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其他军民种的联合作战的能力，体系作战的能力。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体系的，你从这个梯队，从前的预警机梯队，到往后的这个加油机梯队，再往后的这个歼击梯队，再往后的歼轰机，再往后的直升机，你看这个阅兵梯队就是一个成体系形成战斗力的。阅兵的长机是6个师长，他们都是成建制来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过，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航空人啊。刚才张教授在谈的时候谈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战斗力哈，可能很多普通老百姓呢，他还会关心这么多的高科技用在这些战机上，跟他们似乎这个普通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但实际上我知道很多这种技术对我们国民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我想请李总给我们讲一下，我们有哪些技术对国民经济、对老百姓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影响。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这个前面我说了一句，航空工业是一个国家的工业之花，我想既然是一朵花，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果实也会是非常甜美的。我想无外乎有这么几个层面。第一个，像昨天这样一种阅兵，对于凝聚我们的全国人民这样一种高昂的士气，它起的作用是其他的方式难以替代。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技术、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它起到的推动作用也是极大的。那么国外有个研究机构这个做过调查，他调查了500项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那么它的技术来源最后总结的结论是有60%来源于航空工业。像这次我们看到的各型飞机当中，其中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复合材料、我们的碳纤维、我们在航空电子信息方面的一些应用，都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当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第三个，就是在经济层面，那么航空工业由于我们国家呀总体规模还不是太大，但是如果跟航空大国强国比较起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发展的前景。美国人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做过一个统计，它的飞机制造业直接的 GDP 是1400亿，但是它带动了9000亿的这个产业链创造的这个 GDP， 同时提供了1100万个这个就业机会。所以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的带动作用有多么的这个强劲。那也有个数据，就是在一个地区，我们举例子，投入1亿美元去发展航空技术，那么10年后它会这个效益的产出比会达到1:80，技术的这种带动比会达到1:16，那么在这个就业的拉动比上会带来1:12这样的带动，其实已经在影响到了老百姓。对，还有最后一个层面，就是航空直接的应用。我们现在在民用领域里，比如说大家去乘坐的民用飞机，大家可以随便网上购物去来个快递，可能很多就是通过航空运输拿到手里。再将来，我们国家现在正在
开展低空空域开放的工作，我们各类的专业用途的飞行，这个各类私人飞行，我们通用的啊，这个统称叫通用航空发展起来之后，这些飞行会渗透到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也许将来上班堵车我们可以坐直升机了。嗯，好，我想这次阅兵式上的飞机的确是不仅代表了我们的军事实力，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准，也是在影响着我们从宏观经济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好，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那么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聚焦阅兵式上的新闻。那么昨天上午呢，胡锦涛主席阅兵时候乘坐的这个检阅车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那么最终选择这款车作为阅兵车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看记者的近身探看。这就是10月1号阅兵时的红旗检阅车了。红旗检阅车呢，继承了第一代红旗的前高后低的船型车身，它的扇形面罩处处都体现着中国特有的文化特色。我们注意到这辆车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的轮胎了，非常的大气和漂亮，当中呢还有向日葵，这也是有着光芒四射太阳这样的美好寓意。它的侧旗标呢也是加入了转向灯这样的实用功能。另外我们来看它的设计，三扇侧车窗以及宽阔雄壮的 C 柱，是红旗检阅车看过去都是非常的有线条感，非常的流畅。它的对开式拉门，来看一看里面什么样，非常的宽敞，这样的设计呢也是让乘坐者更加的舒适和安全。好，接下来跟我一起体验一下红旗检阅车的驾驶感受吧。这个车门还挺重的，不知道开起来的感受会是怎样呢？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注意到，在驾驶盘的中心呢就有个金葵花标志。那实际上这个金葵花标志呢和轮胎上的金葵花标志以及钥匙扣上金葵花标志是相呼应的。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这是多媒体界面，可以看到每个标志都标志得非常的清晰，那可以说呢功能也是非常的强大的。好，那我们就出发了。嗯，这辆车呢重是4.5吨，但是我在开的时候我感觉是方向盘非常的灵巧，操作起来还是很轻便的。现在是在转弯。红旗检阅车的车长呢是6.4米，可是我们在转弯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它很困难。我现在开的速度并不是太快，但是我感觉这辆车是非常的平稳。好，我们可以快一点。虽然我是一个女生，但是在驾驶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任何的不适应。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放在我们这次检阅车上的唯一型的12缸的发动机啊。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它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设计，它整个的这个所有用的材料都是铝的，两排，每一排6个缸，呈60度夹角，是吧？这个机器非常非常紧凑。那么所有的进气系统呢都布置在最顶上，那么这个机器的进气效率最高，所以它的燃烧性能就最好。我感觉呢我们这车呢最大的亮点是防弹。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封窗玻璃，这个玻璃它就是采用了像飞机舷窗这种材料，它有一些应用，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是有应用的。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玻璃这个厚度，就是由原先那个可能是很厚，现在降了一半啊，就变成重量降低了。再一个呢，你比如说这个门板里的防弹呢，我们采用的是类似于坦克那种陶瓷防弹，这种概念是用陶瓷。